人民力量同埋社民联继续翻到去议会嘅时候，继续拉布嘅时候，佢唔使怕啦，因为佢而家就要收皮啦，佢而家就要下台啦，系咪？系。所以我希望各位喺嚟紧嘅9月4日，我希望各位嘅义工，再加埋所有嘅支持者，我希望各位嘅香港嘅群众睇翻过往社民联同埋人民力量嘅积极嘅抗争。呢、這个议会我唔可以话冇咗我哋唔得，不过如果有我哋喺度，梁振英就会好头痕，系咪？系。所以我哋会要梁振英继续头痕，继续发恶梦。我哋唔使签个认书，因为如果我哋5个人入到去，我哋6个人入到去，梁振英就确认输啦，系咪？系。